时事班禅为什么献给毛主席这面精致五星红旗？现在展柜里的这件精致五星红旗和我们平时看到五星红旗可不一样。这个五星红旗是时事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献给毛泽东主席的礼品。它是在西藏和平解放前夕，当时班禅在京期间，为了表达他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、热爱人民领袖的浓厚感情，特将这枚精致的五星红旗敬献给我们亲爱的毛泽东主席。